台湾媒体报道，女性16年，现已45岁的昔日香港性感女神叶玉卿，日前跟好友吴君如开玩笑时说会复出拍戏，没想到她真的已答应接邵氏贺岁电影《我爱 Hong Kong 2013》恭喜发财。以谭咏麟饰演一对夫妻，力挺该片监制曾志伟及导演钟树佳。据悉，叶玉卿会趁每年12月一家大小回香港探亲时开工，同时可以兼顾3名子女。